你要呼吁三不五时，爱要及时。我也常常啊跟 Sandy 姐说啊，为人子女重要的就是让父母放心就对了。哎，家呢永远是最温暖的避风港，但是不要等到台风的时候才想靠岸。嘿，经常与家人互动呢，这个交友是非常重要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重要呢，接下来这首曲子叫做啊《心灵音乐作曲家爱访》的专辑当中收录一首非常的陪伴啊，就像我们的嘎爸轻松吧，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10点钟，96.3嘎轻松吧陪伴家愉快每一天哟。